雪晴晚望，唐·贾岛。倚杖望晴雪，溪云几万重。樵人归白屋，寒日下微风。野火烧芳草，断烟生石松。却回山寺路，闻打暮天钟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独倚竹杖眺望着雪霁天晴，只见溪水上的白云叠叠重重，樵夫正走回那白雪覆盖的茅舍，闪着冷光的昔日布下微风，野火燃烧着山上的野草，烟风断续地缭绕着山石中的古松。我走向返回山寺的道路，远远地听见了悠扬的暮钟。